井口玲子毕业于日本某名校，凭借身材火辣、气质纯净，一度成为人气很高的新晋模特之一。日前在节目中，她谈及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，分享到：我有三个哥哥，我们四个人现在一起生活，但是只有三张床，所以我和哥哥们一起轮流同床睡觉的。哥哥每天早上都会亲吻我的脸叫我起床。当现场有来宾非常惊讶，便质问井口玲子：真的是你哥哥吗？井口玲子则拼命反驳：真的是亲哥哥们啊。